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都好，要对付特别的男人，一件事要成功，就一定要用特别的方法，就要千方百计。精彩的演出永远都留在人的脑海里面，我需要想包容。当你以为他对你很好的时候，如果你拒绝的话，这个游戏就未免结束了大败。其实他在利用你。